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韭菜玩家阿九。那之前呢，有粉丝问我说：“哎，阿九，春天有没有什么看花的好地方呀？”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到了一个看油菜花的好地方——富阳的洞桥镇。好多油菜花，嗯哼，但比往年少了。对。那好像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就是像往年洞桥镇它是全部都种上油菜花，而且还会有那种花渍。那今年呢，就是小规模的一片一片的，这条应该就是葛西。葛西是吧？对，哇，它在抓鱼吗？他它被你好吓多走了。野鸭哎。那洞桥镇呢，是位于这个葛西沿线呢，这个葛西非常漂亮，然后这个油菜花田呢，也是在这个葛西的沿岸的。那来洞桥镇可以玩什么呢？我觉得除了看油菜花，还可以来这里的绿道骑行，沿着这个葛西的绿道，真的超级漂亮的。可惜阿九又没有带滑板车。唉，失策失策，真的好失策！没想到这里这么好看，下次可以来。这个林子野了点哦。对，来看油菜花也不忘记发现，这里有蜘蛛。也不忘找一找可以扎营的地方。这个河滩边上，这里稍微杂物多了一点。我已经想来这个洞桥的这个葛溪边上露营了，感觉会很不错，但是要带一个会钓鱼的小伙伴。那一片，他们钓鱼的后面那一片，对，对，那个草坪不那一错。片就能够露营了。嘿，和状元 high five 一下。要考试的小伙伴可以来这个状元绿道走一走，说不定能够走出运气来，还能够赏油菜花、钓鱼。